越南的咖啡，你捌啉过无？伊是迄种真强、真甜的咖啡。20年前，我来越南的时阵，要找一间好咖啡厅真难。但是伊即马已经连锁经营，连 Starbucks 嘛，唔是伊的对手哦。你的话怎么说？你的话怎么说？就咖啡色拉。咖啡色拉哦。色拉就是冰块啦。色是炼乳啊，炼乳啊。啊，拉就是冰块。哦，咖啡色，咖啡色拉。大家讲咖啡色拉的意思啊？是新款的咖啡色拉。啊，你这叫啥？爱斯拿铁，这个是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冰拿铁，咖啡拉，就是无糖的。啊，咖啡拉哦。这个故事安怎？他是一个早期有没有？就是解放前就跑到美国的，算是美国的越侨、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回来嘛，这里已经开放之后有没有？他就回来，回来之后之前呢，他跟他爸爸讲说，因为他爸爸就强迫他在美国要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他说：“你给我一个年轻人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回到越南去发展看看。”然后他爸爸就不认同他，所以他就没有带着钱过来投资，他全身上下只带了300块美金就回到越南，然后从一个很小的那种咖啡厅开始做。那做了之后，他就觉得哎，这个咖啡就卖得不错，然后就第二家咖啡厅在陆续的开。开完之后，他就赚到一点钱，赚到他第一桶金的时候，他就把它投资在富国岛的，就是最南方哦，有一个富国岛，他就投资那边的土地。那没有想到这个富国岛的土地有没有地价一上涨，他又赚了更多的钱。哦，那赚到更多的钱之后呢，他就想到美国的 Starbucks， 他还是忠心在这个咖啡的生意上，然后他就绑这个美国的 Starbucks， 把所有胡志明市，包括河内几个重大的城市的最重要的地点，先给占据下来，就开他的 Highland Coffee 啊，然后自己从咖啡豆的生产，然后到咖啡厅这整条这个产销有没有全部自己都做下来啊？那目前估计，他现在的身价是几亿美金的身价，他现在还很年轻。果然有特色，伊唔那有西洋的花式咖啡的组合，所以呢，嘛阁有一种冰咖啡，再加上河粉，安尼 Starbucks 变哪改变？不过呢，这个咖啡实在是有那太强了吼，你看，我一定要掺一挂水。这是要加水上，来给你们加到咖啡，加到咖啡里面，比较淡一些，比较淡，才不会那么浓。我是拢惯是啉这种强度的啦。